在福建省龙岩市的永定区，有一座170年历史的土楼。永隆昌这座土楼以高大著称，2010年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评为世界最高的土楼。该楼占地23300平方米，也是占地面积最大的永定土楼。这样一座以建筑特点和历史内涵而闻名的土楼，是什么样的人家生活其中？土楼里的人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？永隆昌，一座典型的客家方形土楼。抚市镇新民村是福建省永定区一个行政自然村，依山傍水，田园土地肥沃。近些年来，永隆昌的年轻人相继外出谋生，这对夫妇虽然看上去已年纪不轻，但也已是永隆昌最年轻的老吏，其他楼里人年事已高，只有他们还坚持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劳动。也是拉棉花，从沙田赶来的，赶到永隆昌，今年60岁。来三村永隆昌，今年64岁了，手中只有一般就泡泡茶、收收地啊。尤其是家两个很自己的树家端来还是很快乐。我们老大人也有其他的这种在外布置啊，养老保障啊，医疗这块还有啊，哎，所以哪有一条水平也可以全都能全部的全部能有保啊。有一稍微心里算好的没有没有的很故事的。这一天，婆婆要为暑假回来的两个孙女做最拿手的客家传统小吃玉子包。年已84岁的卢素琴婆婆从20岁嫁到永隆昌，至今生活已64余年了，行动轻盈，健步如飞，很有活力。芋头蒸熟要一段时间，婆婆清洗着今天清晨上街购买的馅料，全张临时急事去隔壁村办事，妙华回来帮忙做玉子包。煮好的芋头剥皮，婆媳也会聊一些家常。剥好芋头，用木棒捣碎，芋泥加入适量面粉，婆婆在揉着面团，妙华熟练的很快就把馅料分开做好，葱、芹菜、茭白、菜干、香菇、牛肉，将料放进入，依次爆炒。勤俭朴实，操持有方，疼爱子孙，含饴后代，是客家女人的优良品格。婆婆拿了一盘给了相处几十年的姐妹试试手艺有没退步，闲聊了一会儿，端着大盘来到小庭院中，孙女俩早已等了许久，吃着热气腾腾的玉包，忙碌了一上午。婆婆看着俩孙女露出慈祥的笑容，
此时天空忽然阴云密布，便下起了瓢泼大雨，全章夫妇下午的工作只好推迟了。全章想着在过节前做好所有工作，妙华则会跟邻居聊聊家常。趁着日落前，全章夫妇便开始了他们的工作。制作蜂窝煤需要七担煤炭配一担黄泥，大的煤石要敲碎搅拌，再全部用脚踩踏。粘稻壳为了防煤泥粘在煤具，多次重复来回挤压而制作成蜂窝煤。蜂窝煤晒干后一般可以烧约三个小时，逢年过节用于煤灶坑烧火用，这是这座土楼依然还保留的传统。在永隆昌附近的百罗街，有一位曾居住永隆昌福善楼70年的老人。我叫黄前焕，今年73岁。我17岁就开始那个木匠的学徒，一直就是那个土楼建筑厨师这个工作，现在做了50多年了。这几年那个土楼建筑基本上没有了，现在就是修理这方面的。听闻乡民口中，黄伯伯还有一个身份，永隆昌文史建筑讲解员。当有专家、游客、各地领导来考察时，黄伯伯会放下手上工作，回到永隆昌，向来参观的人讲述永隆昌的故事。这一讲就是20年。我出生在永隆昌，在那边待会了70年，对那边的房子那个感情比较深，所以每天都有回去走一走，有时候有碰到那个参观土楼的那个外地来的游客，都会主动跟他们介绍一下。因为我们那边房子很大，像迷宫一样，一般的人跑来穿来穿去跑不出去啊。还有那个有时候有些领导或者外国的友人来看，因为我比较了解那个永隆昌的历史啊，我去帮他们那个介绍一下永隆昌的历史啊、历史类的。我晚上回来的时候，我都有没事的时候都有去看一下，所以重点给他介绍一下。祖上传下来记载啊，算是比较懂了、啊。同辈的人当中啊，20年以来都是我去介绍。接近傍晚，黄伯伯早早就把木匠店关了，每天都会习惯骑着自行车回到永隆昌走走停停。在黄伯伯一生中，见证着从福善楼搬迁移居，从210人到最后只剩他还坚守着，这可能也是黄伯伯对永隆昌情感的最好诠释。我们永隆昌最鼎盛时期住有500人左右，95年以后陆陆续续往外迁出400多人，现在还住在永隆昌住有5户人。不过我们秉承祖上家规习俗，还家族后代祖孙结婚满月、寿宴等喜庆节日，都会回到永隆昌举办，增加亲情友情。家族团结，家风好的习俗传承至今。农历7月15是传统的中元节，客家人把这天称作7月半。这一天，永隆昌的人们往往会做上一桌好菜，
天还未亮，妙华就开始准备做玉子板。大米需要浸泡5小时左右，清洗着一遍又一遍。把米放在石磨的凹槽中，米浆从石磨缝里缓缓流出。妙华现在要开始完成关键的一步，将调料放入米浆搅拌。每蒸10分钟叠加一次，蒸7层，往来重复，直至累砌起来。在市区工作的全章儿子与儿媳妇也回来一起帮忙。客家人会准备丰富的美食佳肴，祭祀先人，祈祷这一年的丰收和好运。婆婆揉着金箔纸，折叠金元宝。接近晌午，孙子陪着婆婆来到皇室祠堂，带着3声5劳祭拜先人。客家人具有追远慎终的传统美德，祈祷子孙们平安顺遂，家族人丁兴旺，这是客家人每年要做的事情。做好了一桌客家传统菜肴，四代团聚，其乐融融。孙女们也很懂事，向长辈们敬了一杯，亲朋好友欢聚一堂，举杯致意，送上自己最诚挚的祝愿。血脉相连的情感维系着客家人的纽带，聚族而居，繁衍生息。客家土楼不仅是客家人文化的象征，更是这些曾经生于兹、长于兹的人们的根。正是客家人在土楼里点点滴滴的生活，维系着大大小小家庭血溶于水的亲情。在如今的世界各地，都有客家子孙的身影，用他们的坚韧和团结征服了一代又一代人所面临的困难险境。他们扎根，但也不忘根。